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an， 我正在准备去买我的午餐，突然临时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之前呢、脸上莫名其妙的长了很多痘痘，我就一直在探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痘痘问题呢，一直以来是很多人在面临的问题，不管是油性肌肤或者是干性肌肤，都一定会遇到。除了我之前提到的保养品啊、环境因素啊，或者像是内分泌等等的，还有一个行为是造成痘痘很大的主因，也就是我前阵子最常遇到的，那就是我用手一直摸我的脸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在摸我的脸啊。根据统计啊，国人啊平均一个小时不自觉的摸脸或者是托腮的这个行为，大概就有3到5次。因此啊，今天我想要临时起意，记录我整天工作的时候，我到底会不会去摸我的脸。以及我在无意识状态之下就算了，那么我有意识的情况下，我会不断的摸我自己左边的这个脸，来看一看到了晚上我要进实验室，我要直接分析我脸上左右两边的细菌数到底差异有多少，就可以证明呢，我们用手去摸脸的这个行为到底影响痘痘问题有多么的严重。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实验室里面了。我现在就是要取我的左右脸的 sample， 然后去分析一下它们的细菌数的差异。大家要培养一天，我一边先取个3点 ，OK， 然后放在这边，然后再取右边3点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拿这两边左右脸的 sample， 在大部分环境条件都类似，只差在我摸脸的次数的这种差异性下面，我们就来培养一整天，看看它们之间的细菌数会差到多少。哎，我刚发现一个超屌的事情，哎，现在的作业标准上面竟然还是当年我做的，我还是这个样子。刚刚好，我看到我学弟在做实验，所以呢，身为学长。就要奴役学弟来帮我把剩下的实验给做完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就请他帮我把我刚刚的 sample 就要涂在我们的盘上面，然后去培养一天，看一下明天的状况。2000 years later. 奴役完学弟，做完他自己干活的实验之后，我要把我的部分拿去培养起来了。谢谢学弟，学弟拜拜，下次请你吃饭。就把它放进来吧，我们明天再来看看状况。今天要来收实验了，看一下细菌长得怎么样。这个结果真让人紧张了。你们看，两边有没有摸脸的细菌数差异有多大？差了差不多24倍耶！你还敢不敢摸脸？还敢不敢？这些细菌呢，就是造成你脸上痘痘不断的原因之一，所以拜托，请你们戒掉用手去摸脸的这个坏习惯。真的，尤其回想我青春期的时候，我没事不会摸脸，但是只要跑出一两颗粉刺，
我那一天就会忍不住一直抠，一直抠，一直抠，手就是很贱。所以呢，请威胁你自己，再用手不断的摸脸，就把手打断。拿上你宝剑，断开文杰。希望这部影片呢，能够给你们一些冲击跟动力，去戒掉坏习惯。希望这部影片你们会喜欢，但不管喜不喜欢，希望对你们都是有帮助的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这部影片给你们那些脸上痘痘不断，然后又很爱用手去摸脸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这个行为有多不 OK。我是 Ivan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